今天好像没有人，咱们先上那块看一下，看一下这块石头有没有龙须菜。今天先搞一桶回去再说，里面肯定是进不去，白天的潮没有往上低。这底下全都是海瓜子儿，我们瞅了一遍，都是虎苔啊。是，好像都是虎苔。咱们去那远远那个石头，那上肯定有。今天这个水好像还是有点深呀，难怪一个人都没有。这走着也看不到底，咱还得往那头。往那头走，这头虎台已经盖满了，看见先给它搞定再说。咱们就专门要这个，这是鲜的龙须菜啊，大家平时吃那个，那应该是白的，那是干的，那晒干以后的，跟这颜色不一样。哇，这两只手就是快的呀。嚯，这什么情况，看来我得下去，在底下摘的呀。哇，这都是，咱先试呀，那儿当然应该也是，咱先下水里看一下。各位，哇，差点在这儿游泳了。哇，那水到哪儿了？哇，今天有点失误，没穿我那个全身水裤。哇，真的可以游泳了，这感觉，哎呀，我天哪！不过说实话啊，这个确实挺好摘的。啊，今天就全身湿透了。这水底下主要看不出深浅，咱们得抓紧时间。我感觉这会儿应该是最低潮，也就这样了。手底下速度要快。哎，我记得这块没这么深呀，是因为水没退下去吗？感觉。哈，今天真的是中招了，就是还穿了一个半身水裤。哇，还尽量。找那比较长的，哇！来吧，哇，这儿好像水比较浅，哇，哇，啊，就这么拽，哇！这么多吗？哎呀，来吧来吧，全部给我进桶。我感觉比抓拉螺还过瘾。试一下这水，这底下没虎苔呀。哇，这可以。
去那儿看去，那头。哇，咱们跑出来了，咱这些不能在里面待了，哇，水太深了，再稍微再待一会儿出不来了。走走走，拎着回家吧。这回去还得把这个坑，坑底下这些要摘一下。好了，大家持续关注二哥啊。